下来呢，要唱差不多最后一首歌曲了。对，因为刚前面有说到我是卑南族的嘛，对，就是日本卡达利夫部落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来唱一首阿美族的歌曲。好了，没有了，就是我有混一点泰巴朗的阿美族。那主要呢，可能这个学。可能就是有流到韵，就是你知道假假的，就是可能就回去过一次，毕竟从小在卑南族的部落长大。那这个是我在这里第一次唱族语歌，我希望大家给我点鼓励，我就很紧张。对，那希望大家喜欢。那第一首呢，先简单介绍一下，第一首叫做《东方神起》，不。日出东方的，我一直叫它东方神起，哎，误会是韩团。好，那第二首呢叫做阿拉木，对，阿拉木的意思就是在卑南族里就是欢迎大家来的意思。然后第三首叫有狗西有西，那这首呢主要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在唱歌跳舞之类的啦，对，这首可能歌词大家不太清楚，对，我到底是不是原住民啊？好。希望大家喜欢这最后一首，我的族语的组曲，谢谢。
喜欢的最后的主曲。其实严格来讲，好像第一次在台上唱主歌，对，除了就是唱自己的创作有唱一点点之外，对。那谢谢大家今天给我的掌声，然后谢谢大家今天不管是对可能进来喝喝酒的啊，就是谢谢你们愿意听我唱歌。然后我是陈侃，我今年21岁，来自台东卡拉的部落，谢谢。下课，我们再次谢谢陈侃带精彩的演出。那这个是上半场的演出，我们接下来是中场休息大约10分钟的时间。那下半场即将要上台的是小赖。那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呢，大家可以上洗手间或者是逛逛铁花村周边。那如果需要购买饮品的朋友们呢，还可以回到我们铁花吧。想要逛逛铁花村文创商品的朋友，可以到面对铁花吧旁边左手边的我们铁花好店的店铺呢，可以逛逛，挑个好看的商品，自己喜欢的商品都可以在中场休息或离席之前可以多去选购。那我们休息大约10分钟，谢谢大家。